来，感谢两位伙伴。小心的倒，小心的倒，倒超过没关系哈。预热茶桶，哎，为什么上次没有教我这个？就是因为茶倒下去，如果桶只是冷的话，它降温就很快。OK， 这个我懂，但是上次没有教我，哎，这样子好，大约就好，因为这东西刚刚好，小数点都一样，好。